林志颖是娱乐圈为数不多的冻龄男神，自17岁出道以来，时间仿佛没有在他的脸上留下任何痕迹。如今已经是三个孩子父亲的他，依旧是一张帅气娃娃脸。已经43岁的林志颖未嫌年轻化浓妆，面部笑容太僵硬，被路人误认为辣笑。除了拍戏发唱片，林志颖也会参加一些商业演出。他在参加的一个代言活动中，身穿一套黑色的道具服装，看上去非常酷炫。有眼尖的网友发现了林志颖化的妆，虽然明星化妆出席活动倒也很正常，不过还有的网友表示林志颖这次化的就太浓。其实细看的话，就会发现林志颖脸上的眼线画得太粗了，眉毛也是。在现场的拍照环节中，也许是他一直摆出某个动作，导致笑容有点僵硬，甚至现场有路人还以为这是一个蜡像。不少网友表示，不得不感慨岁月真的不饶人，如今林志颖都要靠化浓妆显年轻了。还有网友认为，作为一个演员，的确会更注重脸上的保养，看到过他。不过林志颖本人看上去真的年轻，化妆只是一个小原因，实际上他是真的长得很年轻。其实无论怎么说，当林志颖和同龄人站在一起比较的话，才能看到差距。林志颖经常在网上晒同学聚会的合照，照片中坐在中间的他完全看不出和周围的同班同学是同龄人。许多网友评论称同学们老得太快，不过毕竟其他人为了生活每天都要奔波，而林志颖是个明星，会注重身材体型，当然看上去会更年轻。这是一张43岁的林志颖、45岁的郭德纲和47岁的吴奇隆一起出席活动的合照，只见他们坐在一起。残酷的事实是，尽管三人年龄相差不大，但是看上去就像是差了辈分一样。毕竟演员平时会更加注重面部的保养，网友调侃着，真的让人怀疑人生了。